那不是种转油的吗？那可是我妈的传家宝。这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种的油菜，因为天气太干，没有及时浇水，所以处理寥寥无几，媳妇又在这里补苗了。本想着成天一片花海，差点弄个颗粒无收，补上以后照样是一片花海，就是有点费湿了。媳妇先来刨坑，我来浇水。还是我去浇吧，你苔还没完全好。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还是我来吧。你腿能吃筋吗？可以。还好你这家日的苗多，今天去拔一点给它补上。这都是早上刚拔出来的，趁着新鲜赶紧给它栽上，要是淹掉了成活率就低了。这都是我们上一辈开的荒地，这个土壤特别的薄，其他地方还好，看这里几乎一颗没出。那你看这紫菜还没吃几天都开花了，这很正常，有的开花有的也刚出来，就像人一样，生老病死嘛。冬天到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。农村不要跑了，没有样子了。没有样子怎么办？再去拔一点。回家吃饭，吃过饭再来摘。好，缺的苗全部都补上了，是吧？你看这补过苗漂亮多了哈。这就跟植发一个道理，一个植发前，一个植发后，那肯定是头发多好看喽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指桑骂槐啊？你这么敏感干嘛？哪天我帮你头发自在一点。如果能一摘就好喽。大正午的晒得冒油啊。吃很干的，饿不饿？饿。饿就不来干了，赶紧吃吧，面条都煮好了。妈还用提棒下面条啊？哎呀，我打算青菜下面了，怕三子不同意。还是妈了解我。妈说来等一会儿再吃，我来炒个素菜。哦。看这只老母鸡，又来祸害我的话了。Boss。Boss。咦？你还不怕人啊？那你吃那么多肉的，累一上午了，多吃点。就是的，我这碗里面也这么多。哎呀，不能光撑媳妇，不撑个你，也不知道点什么。那怎么好意思吃呢？老妈，你也吃。你吃吧，我不要。嗯，你要补啊？你也喜欢吃肉。老了，不要吃那么些。嗯，这妈煮的肉根本就不用牙，我直接吞就行了。最懂你的人还是我妈，照顾自个儿。你也饿了是吧？来，来来，咪咪。一碗面不能一口吃的，只能讲碗太小了。那下次给你换一个。你这个碗都用了好几年了，我怎么好意思用呢？是你的专用啊。你要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家还有个猪大棚，多少年了，哪个吃？妈怎么老实嚷着呢啊？你骗我小子吗？那不是猪专用的吗？那可是我妈的传家宝，你能用上是你的荣幸哦。下次就给你吧。我有专属啊。